语音。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嗯，应聘一下，我们开始，好吧？你的这么多啊，这个是毕业证是吧？嗯，对。这里面是什么？嗯，这是身份证的。啊。和保险证的。啊，保险。那你的那个简历呢？这里是吧？啊，那我看一下。但是你懂吗？我看年纪，我懂啊，1995年。2月10号，看年纪就知道啦，对吧？哪里人？哪里人？哪里人？啊，我是岘港人的。岘港人。对的。啊，那你刚刚有点紧张，现在自我介绍一遍吧。嗯。好的。嗯。我出生在岘港，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学习家呀。在胡志明的。胡志明。胡志明。是的。啊，那段时间我学习很开心，但啊，然后我回来在岘港工作。那现在我想在呀河内呀继续工作的，因为在河内有很多工作，嗯，丰富的种类啊。嗯，在岘港呢，工作不太丰富的，就主要就是做旅游可以啊，说话跟中国人的，别的行业很少的。啊，就是以前是做旅游的啊，你做几年了旅游？啊，几年？啊，差不多两年吧。两年。啊，那你以前呢？做旅游之前是做什么的？还有服务员，还在呀。服务员。对，我跟做跟学习的，所以我做服务员在网上的。然后最近是工作是在韩国公司的。韩国公司。啊，对。啊，以前是学韩语的，对吧？啊，对对，就是要用韩语的。嗯，那现在中文，学了多久了？是两年多。两年多啊，嗯，有没有证书啊？好，这个，地瓜，慢慢来看就。啊，还没。95年的，28岁了。对的。啊，结婚了没？啊，还没结婚。啊，28。那你是现在想在我们公司做什么职位呢？应聘？啊，对，我喜欢翻译的。想翻译啊？嗯，对，你在通知上我读那个是公司需要翻译者。翻译者？翻译者，你的水平还不够耶。嗯，翻译的话，你的水平还不行。你没有拿到证书，现在我跟你沟通也一般般嘛。但是你可以尝试给我们做一些其他的，比如，就是拍视频。拍视频，在抖音发。对，在抖音。对，在跟渔民。我看你虽然说看起来还是有点适合的，可以试一下，尝试一下。这个你再配合就好了，我们会安排，都有人去教你。有没有兴趣这个？感兴趣的，圆圆问一下。视频的很多种类。你这个。你可以有，哪一个？哪一个？比如可以。圆圆跟他说一下。cuộc sống bình thường như này, ví dụ chị đi ra ngoài đi chơi hay là các thứ gọi là cùng sếp đi làm việc các thứ như là về là quay lại cái kiểu như là chi lưu sinh hoạt tiếng Việt là cái gì, mình kiểu đời cuộc sống bình thường ấy. Tôi nói mẹ.
明白了吧？你，我感觉你在这个岗位上可以试一下，啊，对吧？现在试试吗？不是现在，是以后来这个公司上班可以试一下，啊，现在的话也，你应聘的时候我也把你记录下来了，我可以发到那个抖音啊，你可以看一下，可以吗？嗯，你对这个方面有没有兴趣？对我来说很新鲜的，很新鲜啊，嗯，因为你的翻译水平还不够，就是做助理还是文字翻译啊，你可以在这个行业把我试一下，然后也可以来我公司，就是协助做助理，帮忙招一下员工啊，嗯，或者协助我们拍摄啊，或者你自己有时候也可以出镜拍一下，懂吗？就是学习，啊，我感觉你适合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吗？有没有兴趣？嗯，还有一点兴趣的。一点点啊，嗯，可以试一下，嗯。你会唱歌跳舞吗？跳舞，嗯，会一点。会一点。我喜欢古风啊，跳舞。古风跳舞啊，嗯，啊，那你如果说喜欢会一点对吧？嗯，会一点。学过吗？以前？以前有学过两个月的，某学个两个月，那可以试一下。嗯，对，工资上面，工资方面有什么要求吗？期望工资拿到多少？嗯，工资我希望差不多是1800万到2000多。希望达到1800万到2000，对吧？嗯，2000万。嗯，那我们公司没有那么高。刚来的话只有900万1000万，对，因为大家都是你换一个公司嘛，可能没有韩国啊那边还是其以前的工资那么高了，合理都是这样的。嗯，那这我们的工作有保险吗？保险你够3个月之后就可以买，刚来的时候就没那么快买，因为还没有入职嘛。嗯，那在时间级，我的工资大概是多少？试用期啊，试用期大概1000万。一千万，嗯，然后上班时间是1个月休息4天，嗯，还有就是，下午1点到10点上班的。上午1点。到十点。嗯，有时候可能要加班1个小时，11点。嗯，就是。那我们主要是拍一些在网上的。嗯，拍视频，招人，嗯，还有时候协助我们去拍一些，协助懂吗？就帮忙我们去拍一些东西的时候帮忙，也兼职做一下助理，啊，这样的岗位，大概就是这三方面的事情。你觉得合适的话可以试一下。嗯，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这间公司上班？啊，对。嗯，你明天就可以啊，你想来的话。嗯。嗯。想来的话明天就可以，你跟他们沟通一下，他们会安排你的工作上班时间，就是那个管理啊。谢谢，看你们的助理是怎么这样。什么？嗯，说请看我们的视频是怎么样的。嗯，你跟他联系，他会给你看。等一下。嗯。嗯，你们两个沟通，好吧？嗯。大概这样。你对，还有什么其他想问的吗？嗯。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会问问他。嗯，好的，那行，那今天我们的音频结束，我会把你这个视频发到那个抖音，你也可以看一下，好吧？嗯，好。嗯，拜拜。可是，嗯。等一下，我会问他那个客户门禁。客户门卡是吧？账号。什么？什么？账号。哦，账号，等一下你问，告诉他就好了。拜拜。